明朝景泰年间，宦官专权，在京城设立12监、13库、4司、8局和24衙门，全清朝也。其中以负责情报监察部门的东厂最为嚣张跋扈。 东厂为了对付异己，不惜用重金去各地招募了一批凶悍死士，组成一支冷血黑旗战队，秘密加以严格训练。东厂又设有军器部，专事设计各类新颖杀人利器，更利用死囚做实验。 丧尽天良的狗贼，你们不得好死！出来！我是朝廷命官，你们不能随便杀人。还有你！ 全体到宫殿。凤尾剑。 大太监曹少钦，自任东厂都公，上挟天子，下令百官，独揽大权，在朝中极力排除异己，一心建立东厂王朝。曹少钦在东厂私设公堂，稽查朝官民情，凡有敢于对抗者，即刻抓进东厂，酷刑致死。 世人说起东厂，谈虎色变，腥风血雨，笼罩着大明天下。他是什么人？秉都公，他就是兵部尚书杨宇轩。犯了什么事儿？杨宇轩4月初8向皇上呈交一封谏书，弹劾东厂，请求圣上关闭东厂，惩办都公。秉都公。 杨宇轩的谏书在此。杨大人，呸！你是专门找我的麻烦呢。我们东厂太监一向对皇上忠心耿耿，你这样谗言诬告，和我作对，你不怕掉脑袋吗？宦官不可参政，是明太祖的遗训。你们私设公堂，滥杀忠良，涂炭生灵，还敢蒙蔽皇上！ 天理难容，还嘴硬，行刑！张玉轩，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。交出兵权，哼，我就饶你不死。你们这帮乱臣阉党，胡作非为，没有皇上的手谕，休想我交出兵权。 要圣旨，来人呢？咱们给他写一张。曹少卿，你竟敢冒充圣上！咬舌头自尽了。杨玉轩官居一品，我们得要定他一个罪名处死，对皇上才好有个交代。 屯兵关外，图谋造反，明儿早上拉出午门斩首。遵命。判官兵部尚书杨宇轩屯兵关外，图谋造反，皇上有旨，午时斩首行刑，钦此。曹少卿将杨宇轩满门抄斩，却故意留下杨宇轩一子一女作为活口。同年秋天将之发配塞外。曹少卿借狩猎为名，秘密调动黑旗战队出京跟踪，企图把杨志亲信一代名将周淮安引出，加以歼灭，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。 什么鬼地方，连棵树都没有，晒死了！菩萨在上，我邱莫言以此剑发誓，定要将杨公的子女平安救出。一切都已经准备好，请上路。要出玉门关，必经驰骋、涿镇、西谷三地。你们兵分三路，我坐镇中央，布下天罗地网。 领督公，三路大军已照命令完成部署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从这里出玉门关，必经驰骋、涿县、西谷三地，地势险要。照我看，曹少钦一定会把大军埋伏在这里，而西面是一条干了的河床。 我们就兵行险中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好，就从这儿杀过去。周淮安他还没有出现。周淮安一直是杨雨贤身边的爱将，他之所以能够坐镇80万禁军教头，完全是杨雨贤一手推荐。用这俩小的做饵，不怕他不露面儿。 给你喝。嗯。大叔，能不能给我们点水喝？哎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哎，过来。啊。张开手。好。谢谢。别急，慢慢喝啊。姐姐，你喝，我不喝，你喝吧。嗯。 有人来！快点放人！官兵难为，不放杀了你！慢着，我们是来救人，不是来杀人。要杀就杀东厂的走狗，你们把孩子放了，跟我们走吧，不然东厂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别跟他们废话！还不快点打开枷锁！ 听见没有？姐姐，小弟，你们俩护着孩子，傻孙子，下！这些只是虾兵蟹将，大鱼还没有出现呢。杜公，救两个小崽子的人终于出现了。子母剑。 杜公，这个人不是周淮安，周淮安不是这种江湖功夫。弟弟，我们平安了。周淮安工于心计，调来的人都是些江湖草寇，先把他们放走。 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这是龙门关，已经和周淮安说好，在龙门客栈会合。我们带着两个孩子，后面又有东厂的追兵，我看还是走天龙山顶的小路。就照你说的办。杀扫围是大道，易守难攻。常言笑，带队锦衣卫封住这个出口。遵命。 玉门关山势陡峭，不宜大军行走，派两队骑兵守住各个山口。这里是龙门关，龙门关是出关的要道。传令戍兵马上封关，你们沿河床往西，封查所有边关路卡。都督高见。去吧。遵命。 我的小呀金莲呀。死啊！就来，嗯，真他妈热！千户大人，今天这么早啊？怎么来早了你不高兴啊？不敢，边关可全靠您镇守，能伺候您是小人的福气啊！伺候着，是，小的这就烫酒去。 大人，酒来了。好，三两的名字没起错，一到准三两，滴水不沾。过奖。羊肉包来了。嗯，掌柜的呢？在楼上，他和客人谈着小买卖。你把我这儿当成什么地方了？一抹红，我可是开店不卖身的。 你看错人了，我没看错。来，你们男人个个都这么心急，说要就要，要完了就走。别再说了，瞧你急的。我想要啊。你是想要出关呢，还是想要人呢？我两样都要啊。没那么便宜，也不掂掂你的分量。 相思柳叶病，送你出关得100两，送你上鬼门关得400两。 你叫我金镶玉怎么做？啊，干饭的和满肉包子有馅子了。那我借你那个地方借火吧。借呀！我操！宝贝儿，老子不吃羊肉，吃你！吃你爹的球啊！我吃我的，我的比你爹的大！我操你！这个是谁呀？见着男人心就痒，老子还没吃上呢。新鲜的你早吃过了，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了？长得不错啊。 他是通缉犯周淮安，以前是禁军教头。小白脸居然还是禁军教头，看不出来哦。小白脸中看不中吃，得罪了东厂人，头都保不住啊。东厂？是啊。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别乱说话啊！哎呀，这个一亩红的人头值500两。啊，哎呀，小黑子叫厨房雕不玉，杀猪留下个头啊！ 想猪想羊就是不像我。敢摸老娘屁股，不怕教坏那帮龟儿子。裙子上怎么有血？没有啊。这是什么？是撞红了吧？没见过，回家问你妈去。我妈早过奖了。回去问你妹妹去呀。我就想问你。过来呀，打得你见红。哎呦呦！ 吕客官，住店呢？我们要3间上房。好，先坐下来歇一脚。孙子，招呼客人。哎，3间上房。上月都不是这个日子，说来就来，下次早点说。回营了啊！走。客官，我帮你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这边干净，不靠窗户，没那么大风沙。有什么现成的，全端上来。来点酒吧。地方是我的，货货也是我的。你们要是乱了规矩，以后就别到我这儿来销赃卸货。操你爹！哎呀，八方风雨比不上我们龙门山的雨，怎么说？这大晴的天儿哪来的风雨？哦，看来几位是远道而来的了。哎，这位客官打哪儿来呀？哈哈，我们打梧州来。哦。 到哪儿去啊？画面州。打算住几天？明儿就走。哦。包子。接着。接了。这些人来路不明，不白不黑的，可要多留点神啊。一个是官差，一个中了箭，那个穿黑衣服的汉子是他们的头。嗯，那是个女的。啊，女的。 凡是不正眼看我金镶玉的，肯定不是男人。肉不对，什么肉？反正不干净。插上，我尿你！ 有没有金疮药？有你妈了个巴子！哎，天黑了，点灯啊！掌柜的，包子馅儿什么肉？十香肉。什么叫十香肉？哟，客官走南闯北的没听说过吗？梁山伯的孙二娘卖的就是十香肉啊。 孙二娘开的是黑店，我开的是龙门客栈。我看你像母夜叉，是吗？小女子金镶玉，哼，可惜玉在匣中探，金钗土里埋。哎呦，您说的真好，天底下名不副实的事多着呢，虚有其表的人就更多了。 也有两分姿色嘛。 你也有两分姿色呢。哼，可是我看你比你看我看的要通透啊。 那你也得让我看你看得通透一点。可惜这些东西姑娘不稀罕，叫几个男人来看那才热闹呢。呸！你以为我金镶玉怕男人看呢？哼，老娘玩过的男人比你见过的还多呢。瞧你这样，恐怕连蜡烛都没点过吧？是不是厨啊？哈哈哈哈！ 造孽！成天想着男人，你在房顶上点蜡烛吧。白蜡烛白，小妹我一把转不过来。哪来的蜡烛啊？你笑什么笑？哎呀！哼！ 请问龙门客栈在哪儿？我身上就是龙门客栈。哦，你就是老板娘。哎，就我金镶玉。金碧生辉玉玲珑，好名字。那我人呢？有空房吗？哎呦，好潇洒呀！做买卖的。我要间房。啊，要住多久啊？怕我不给房钱。嗯，是怕你不辞而别。 八方风雨不如我们龙门山的雨。龙门山有雨，血缘护下山。原来都是一个道上的，以后要经常来往。萍水相逢，以后各方面还要你多关照啊。嗯，那要看你的蜡烛亮不亮了。 这就是小店，客官里边请。哟，当家的，今天改穿番邦的衣裳了。还说呢，早叫你们洗那块幌子旗了。你瞧瞧，弄我一身都是土。你这个一定是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不是说凡是不正眼看你的，肯定不是男人吗？这个可不一样，他眼睛是没看，心里可看了好几遍了。 这样，他心里不像看着你啊。这次我又可以听到你的笛声了。干活去！对，别再吹破阵子了。周叔叔，哎，好孩子，你们受惊了。这位是贺户。这次承蒙各位江湖兄弟拔刀相助，周淮安感激不尽。 这叫全齿倒钩剑，东厂日夜赶制的杀人兵器，全都是置人于死命的，大家要特别小心。我们什么时候带孩子出关？越快越好。衙役兄弟，这些银子你收下回家去吧。周大人，这可使不得。哎，这间是黑店，龙蛇混杂，收拾好行李，离开这再说。 掌柜的，早知道你要来，真不愧料事如神，佩服。要你奉承。我来问问天气。进来坐吧。好清静的上房啊！哼，这种荒山野岭的地方有什么上房啊？土房子罢了。客官，喝什么茶？龙珠还是土茯苓？ 这是什么花儿？好精致啊！萝卜花啊？难道还是雪莲花啊？冰山才长雪莲花。喝茶。你想什么时候走啊？今天晚上就走。我怕你走不了。为什么？大漠的天气你不知道吗？ 那还得老板你指点一下。现在是黄梅季节，天气说变就变，就算大晴天的，都会转眼下大雨刮狂风。你就算出去了，也到不了关口。纵横这30里，只有我这一家客栈。不管是下雨也好，晴天也好，还不是都在你心里？那要看是谁了。 店不留人，雨留人，多住几天吧。风雨多变幻，住店早看天。想不到你还是个有心人啊。哎，一次生两次熟，以后还要多关照。那你还要走？带着两个孩子不方便。吃肉票吧。 还请掌柜的指条明路。那要看你想走什么路了。走明的呢，边关的千户大人跟我是朋友，哪个都得给我金镶玉3分薄面，说不定会有办法。如果你想走暗的呢，哎呀，给我看看。 干什么？金枪刀柄最无情啊！掌柜的，大家萍水相逢，我不是知恩不报的人。那你晚上来报吧。今晚我要是走了呢？你走不了，我等你。 我风太大，顶住！靠你爹的蠢货，门栓哪顶得住啊！快搬桌子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呐！开门！开门！哪个狗娘养的，刚关上就叫开啊！不准给他开，叫你淋死！快点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敲敲敲敲敲你娘的嗓门心呐！你要再敲啊，老娘就……干什么呢？别进来啊！别捣乱！敲那么久都不开门！ 不做生意了。东厂3大当头到了，这次麻烦可大了。我操你爹！我的账本全湿了，你们这混球死人的还不关大门！快关大门，快点！老板娘，叫你呢。叫魂儿啊！没看见我在忙着。哎。 有上访吗？没有了，满了。麻烦你叫他们搬出去。姑奶奶，我这个人呐，愿意就100个成，不够。我要不愿意呀、啊，你100把刀架到我脖子上，我都不成。拿走。反了你！你敢？我们是做生意的，钱我不在乎，最要紧的是住的要舒服。我也是做生意的，钱我也不在乎。你们这一来。 就把姑奶奶这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你说怎么办呢？那你算一算，看看一共损失了多少，我照价3倍赔给你。这上房吗？还有一间啊。风雨这么大，看来走不了。等雨停。把行李搬进来。 我这儿房少客人多，你们想住几天？天气难测，这金子你看能住多久啊？这么大的鱼赶路辛苦了，客官喝茶。哦，金老板，这几天有没有生人来投店呢？你是来找人的吗？哦，我们行商做买卖的最怕有麻烦了，我不过是行船问路而已。喝茶。 要是有麻烦的话，我还敢在这龙门关上开店吗？哎呦，对不起啊！啊，老板娘，这茶真特别。茶没什么，喝着有心吧。家公，你说周淮安会走这条路吗？嗯。去摸摸底。 嗯、小黑子，小黑子，当家的！哎呀，我还没说你们怎么就动手了呢？到处都是人影，但是不是我们这边的。 你们四处看看，小心钱箱啊！哦，年头真他妈乱，贼多防贼，我操他的！啊，格外的是杨梅呀，阿梅有一颗不是心。他在那哼什么？他是个搭子，在哼搭子歌。 我分你妈这个灯呢！分你驴是还是灯？挖你的双眼，叫你看不见；剥你的皮，叫你没衣服穿；斩你的头，叫你活不到明天。这小子比我们东厂还狠。 上面有人，别管，雨停就走。谁让雷劈了？我们都在这儿。哼，劈得好，劈你妈的祖宗18代！老天爷有眼。少庆和周彪呢？局长，哎，家公。 下雨容易留下脚印。这么大的雨，我们走不了，他们也走不了。对对。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过太平日子？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急也没有用，哼，这要看天行事。我等不了了。哎，小声点，一会儿那帮烟雷杀进来了，让人家关门打狗啊！浩虎，钱我没亏待你，江湖要有江湖的规矩。邱姑娘。 我们这班兄弟在贺兰山一向出入无党，是在刀口上发财的。这次为了帮你救人，已经耽误了不少的买卖，何况在官府面前露了相。他妈的，为了做好人，我们连老本都赔上了。好，那我补钱给你。几位客官昨晚睡得好吗？废话，哎，几位请那边坐。顺子，招客人。哎。 伙计还不上菜？啊，就来。周彪和少庆有下落吗？怪了，连尸首都找不着啊！嗯，活无人死无尸，这事儿有些蹊跷。栓子上包子。哎，掌柜的，我们不要包子，来一只烤羊。好一只羊。你们这儿有烤羊吗？有。坝上大肥羊，昨晚他刚宰的。我们来两只。哦，要两只啊？就来。 搞了一宿还不够，一大清早又来了，别愣着磨刀去。仁兄，这位仁兄好相貌，天庭饱满，地壳方圆，印堂发亮，面带红光，您要有一步好运啊。程先生贵言，不介意的话，想借仁兄贵掌看一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呀呀！ 官运泛红，时运通顶。前两年有一部官运，做点小买卖。现在在哪儿发财呀？哪儿的地不平，我就去铲铲；谁家的树疯了，我就砍两刀。怪不得仁兄这条官运有点散呢。小弟没有当官的福，我看仁兄倒像是做官的相。何以见得？这荒郊野岭的，哪有穿官靴的呢？ 仁兄，最近京城里头出了件大事儿，您知道还是不知道？出了件什么大事儿啊？兵部尚书杨宇轩杨大人叫人给杀了。哦，不但杀了人，还要国草悬尸，满门抄斩。兄台，您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吗？不知道，真的。 不好说啊！好热呀！大人啊，哎呦，不是，老爷啊，你帮我看看他命中有没有带桃花啊？他是账面带子纹，两眼带桃花啊！哦，杀杨大人的，就是那帮吃人不吐骨头、长头没长尾巴的混账！ 好热，凉快点！哎，喂，爱点蜡烛的，这银子赔给你，拿去买张新桌子。哼，我还怕不够呢，快上菜呀！等什么死人呐？喝完酒来撒泡尿啊！大漠里的孩子爱美酒，我的家里。这位老弟龙肝虎胆，语出不凡，请问高姓大名？ 浮萍漂泊本无根，天涯游子君莫问。来，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头干一杯！好，我就陪君喝了这杯无名酒。干！请。烤羊来了！掌柜的，我们那只呢？哎呦，这羊也得一只一只的烤嘛，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哎呀，一边一半吧，要不冤！哎呦，我打呀，这完了啥这？今天能给这哈这什么名？啥事？给我劈开这羊，一边一半。怎么加吗？还怎么加？哎呀，管他横竖呢，摊开就行。软着。 不知道他们和这间黑店有什么关联。 把他们抓起来吧，我看未必能抓得了。今天晚上我去摸一摸。大喜大喜啊！雨停了，可以走了。你这么慌慌张张的，一定会被他们知道的。现在目标太大，而且外面的情况没摸清楚，我们还带着两个孩子，跑起来没他们快。这里既然是黑店，就一定有密道。今天晚上四处找找。刚才好险呐！要不是我摁得住，真打起来损失可就大了。哎，不能喝有蒙汗药啊，喝这杯吧。来，我们今天晚上今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样？看你们这些人，全都是笨蛋。这间黑店一定有密道，今晚必须查清楚。我们的位置呢是在中间，2楼的房间呢。 贺虎，铁柱，你们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，挨着查，一个也别落下。注意，贾婷这间房是个死角，只有正面一道门。好，那我去。这干什么？你三更半夜跑人家房里干什么？我是你最好少理。客栈是我的，人在我店里住着，要是出了人命，谁负这个责？你店里出的人命难道还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底细，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。你可别逼我吹灯拔蜡烛。 你是什么人？贼有贼路，官有官路，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。现在我要借你这条路走一走。怎么个借法？你见过2个孩子吗？他们是绑票。绑票关我什么事？1000两干不干？要人命啊！我用不着你动手，只要你拖住这伙绑匪一宿，其他的事情不许你插手，怎么样？依你啊。 你武功好高啊！答应我了。嗯。瞧把孩子吓的，好，到床底下睡吧。啊！孩子。你好，外边这么冷，这么晚了还出去逛沙漠啊？这店里太热了嘛。我怎么不觉得热啊？找不到地道，留在这儿迟一步险一招，不能再等了。杀出去！呵护铁柱，我和莫言缠住东厂，你们俩带孩子走龙门关会合。怀爱，你在外面掩护，客栈里面留给我。莫言，你，虎兄进来吧。九姑娘，抱歉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保护你的安全。谢了，莫言。怀爱。 孩子交给你了。等等，送给我吧。别缠着乱打，他们要走就死跟着他们。看前线火又快烧起来了，收拾好细软，换码头了。关门干什么？不做买卖了？嘿，妈的！关大门，救星到。 今天的风真大，把我屁股都吹没了。是吗？看看，大家小心，别让他们趁乱跑喽。哎呦，谢天谢地啊！老爷您这一到啊，雨顺风调，这火就快灭了呀、啊。这么大风还说风调雨顺的啊？哪着火了？你没看见呢？你这火正烧着呢。什么地方？火呀！哎呦，火呀！ 这个死人，你没瞧见呐？叫他们现行。谁？干嘛呢？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带这么多兵器？当然又是做生意的喽。用刀做生意啊？哈哈，千户大人，我们是行商的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带几把刀防身呢。你的相怎么这么熟啊？是什么人？ 说你呢，大人，看来用不着咱们了。坐山观虎斗，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哎，你就是戍边的千户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敢这样跟老爷说话？我们京城东厂，这是假帖，别露身份，是我们的假帖。糟了。 这小捉贼不胜反变贼。打算上哪儿啊？出关。啊？哎呀，怎么，你不知道这两天军机有令封关吗？没有你们东厂曹公公的手谕，谁都不准出关了。对。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通缉犯周淮安呢？实在太像了。 哎，我可看着不像。那你看，这个人头上有颗痣，他可没有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我记得好像没有痣啊。对呀，就像那边那个人呐、啊，来的时候啊，他头上有颗痣，今天又没有了。哎，我早就怀疑他们，好像就是我们东厂要找的人。你把他们带回京城去邀功。哼。算你走运。这个美差，我留给你，这人情你可要还给我。嗯，当然要还。你过来，看什么看？额头上有记号那个，你，对，就是你。过来，过来。 瞧你贼眉鼠眼的样子，狗头蛤蟆似的。做生意，我眼睛可不掺沙子，小心被人挑拨离间，不许发火。妈的，我一看你就不顺眼。呸！把他们全都给我带回营去。是。哼，走，别动啊，老实。他们的人都下来了。这个钱户镇不住，你看着。三两给老子藏酒，官爷。悬赏才1000两。 这沓银票每张都是1000两。哼哼，我这个人呢，最通人情了。哼。不过这几天呢，边关有事，鸟都飞不过去呀。你们在客栈再多住几天，等边关一开呢，我先放你们过去。谢谢大人。哎，动他们什么？快走。周淮安不见了。啊，陆小川。 我的真心子生，我就怕你往这拼了，瞅你往这紧呐！啊啊！胡大呀，胡大！好家伙，打好不了！八十啊！我怪不得80斤，怎么叫你？哎呀，你这什么名了？这么够呛的死哈呀！ 你忘我这么久，是第一次。当家的，嗯，走。他从通道下来。你从通道下来，才肯这样忘我。干脆我打开所有的通道，让你忘我一辈子。 你在这条道上不是一天了，你该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你也知道我想要什么。我给你1000两银子，买条出关的密道。1000两？要1000两，我就不用在那画上点。这么说你不要钱？当然要了，老娘钱也要，人也要。吓着你了吧？英雄美人，千古风流。这么美的东西，哪个男人不想要？不过我也有个条件，我要拜堂成亲。怎么，也吓坏你了？哼，拜你个爹呀！一晚上拜个屁呀！ 我男子汉大丈夫，明人不做暗事。你我一夜风流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强奸民女呢。嗯，成亲就成亲。这个作品里，还给我。摸呀，再往下摸就摸着了，再往下摸拜堂就省了嘛。来呀。好，等洞房我再来拿。啊！鼎珠宫，我们快到龙门了。干嘛要拜堂成亲？金镶玉的密道是出关的唯一途径。哼，是你才信他的鬼话，我可不信这个贼婆娘。我能跟你们称兄弟，为什么不能相信他呢？龙门客栈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，他能在大漠中活着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 叫东厂老头做主婚人，是让他难以脱身。然后我逼金镶玉说出密道所在。看到蜡烛放在窗口，你们就把酒杯打碎，一起行动。莫言带孩子冲进新房，压着金镶玉从密道出关。莫言，官场无义，沙场无情，你明白？你瞎说！大丈夫进了洞房还出得来吗？这话说得对。 别以为我为了一夜风流，会将整盘计划前功尽弃。就照他意思去做吧。就连邱姑娘都摸不透你啊！兵不厌诈，越摸不透越容易办。龙门客栈，我不希望再看到你这里的日出。 外面弄得怎么样了？嗯，布置的差不多了。那老头答应吗？应该没问题。当然没问题了，只要你们留下不走的话，老头一定肯答应的。哎呀，我怎么能做证婚人呢？不是兄台那天一语道破天机，小弟哪有今天这番桃花运呢？啊，受之无愧啊！做证婚人呐，没错没错，他们都没长辈，你这么多白头发，德高望重啊！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就勉为其难了啊！恭喜恭喜，各位仁兄，同喜同喜啊！今天我请大伙喝喜酒，一醉方休，同喜同喜啊！大家不要客气啊！哎，你的伙计好像不大高兴啊，说几句贺词吧。贾某中年行商，漂泊四方，无妻无子，想不到今天在这塞外边关成全了一对天作佳人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你们几个发什么愣啊？今天是人家的大喜日子，我们一起来庆贺庆贺，笑。 那行，我说新娘子，别怪我多嘴呀，好男人可不容易找啊，一旦找到了，要千方百计把他留住。说的对呀，郎才女貌，豺狼配虎豹，天生一对儿啊。 哎，说得好，我敬老头一杯。人家大好日子，咱们别喝醉了。大好日子哪能不醉呀？来吧来吧，不是咱们的酒不能喝，小心有毒。哎，好，我来跟你喝，来，好，痛快。快进新房，别让他们拖延时间。来来来，哎呦，这么快就洞房？对。 我们要闹新房，过得了我这关，就让你们闹新房。好，来就来。哎，今天是好日子，不宜动刀动枪，我们斗酒。拿酒来。家公，喝起来没关系，我们人多。我们人多，喝起来不吃亏。哎，这两坛掺了水的，醉不了，放心喝。喝五碗。你干什么？天下的蜡烛你都点遍了，还装模作样。 装也是依着你装的，我们好好谈谈。你不会是金看不进点吧？我等不及了。魏爷，还有第五碗呢。来，先把密道告诉我。正急。今天晚上洞房，你有没有带家伙？我的笛子呢？ 秃头，我跟你干！好，我跟你喝一坛。没用，带走。 耍一下，小心点。姐姐来，小海，哎，小海，我这这果子你们吃哈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 好吃嘞！嗯，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啊！姐姐，你说为什么这里的月亮跟我们家乡的月亮不一样？妈妈常说月是故乡圆，这个月亮没有我们家乡的好看。可是现在我们家乡什么都没有，现在我们在这里平安看月亮，上天对我们不错了。我这个地方行了。当然好了，有大哥你请我们吃水果。吃了。 诸位小船，我们要来他个人盯人，一个也别让他跑了。提高警觉，小心行事。嗯，想办法送我出去。可以，不过今晚不行。这是唯一的机会，我一定要走。我跟你说。 进了我的房，可就由不得你了。我说走就得走。金镶玉，你帮我这个忙，回来我一定娶你，咱们互不脱欠。哼，你还没占够老娘的便宜吗？夏公公，曹公公的大军就快到了。秋姑娘，这不是水，是酒啊！别管我，看着上面的信号，好像来真的了。我瞧也像。哎呀，生死都不知道，就别管那么多了。 还算你识相，给我盯紧点。嗯，是，连尿都不准撒。知道知道。金镶玉房中有密道，周厚安今晚会用密道出关。我就知道有诈，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家公，我们不如用计进去看看动静。嗯，怎么样？用计，好。嗯嗯。密道在哪儿？在我身上，找也不难。试试。掌柜的，开门呐！谁呀？贾婷啊，开门呐！什么事啊？我的伙计受伤了，你有金疮药吗？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我有个伙计脑袋受伤了，你不是有金疮药吗？ 今天是老娘大好的日子，有什么事这么急呀？喂，拿金疮药啊！哎，过来，这边。干嘛？看你往哪儿跑！哎呀，干嘛急着动手呢？过了今晚再说嘛。别坏我好事。哎，我怕你坏了我的好事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周淮安想借你的密道跑出去。人家出得起价钱，又肯陪老娘，你出了些什么？那你就给我开个价嘛。 10万两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你肯合作，就都好商量。你叫钱，我叫人。喂，你可小心人财两空。哎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又上了2个。我告诉你啊，用我的金疮药可得另外加钱的啊。你跟外面的生意谈妥了？你欠老娘的风流债还没还呢。 跑不了了，贺大哥，怎么不喝了？喝呀，来呀，喝你爹的球！我要去撒尿，正好我也憋不住了。你姐，你先去。吹灯了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信号不是吹灯，早把正事给忘了。啊，他们是防身的，没事没事，大家接着喝酒啊！这帮龟孙子早有准备，横竖要打，来吧！我帮你！打！这家伙！ 周淮安，等等，周淮安，不等了，我们杀出龙门，快进来！哦，郑师叔呢？别问了，快！别再缠着我！我不信点不亮你这根蜡烛！嗯，接住他们！我让你跑！金镶玉，你是东厂的风口。 我是自己人。这两个狗男人茹毛饮血！操你！我就让你狗血淋狗头！姐姐，莫言。 莫言，要挺住！曹少卿来了。曹少卿，莫言，莫言，喂，人都昏了，这有个屁用啊！快到我房里来吧，快点！小兵，快点去找千户，说老娘有来，带兵来，快！ 创药，多少风雨，我们俩都能死里逃生。世事所逼，人世无常，谁能料到你我是否能一起顶过这最后一关？ 笛子，我无心送给秦香玉，真是没有想到，令你异常不安。还好能向你解释。人说乱世莫诉儿女情，其实乱世儿女情更深。笛子再也找不回来了。身外之物，莫过于此刻之情。 我操！财迷鬼，你还不走？这客栈是我的，凭什么要我走？对了，我忘了，你跟这沙漠一样无情无义。你们也是这沙漠的一部分，只顾着想着自己，有没有想过别人？所以你开黑店。你们这些过客，达到目的就走，我们都一样。哼，无情无义。 一个救兵来了没有？我说咱了都不累，别万一全部吩咐喽。哎呀，这是无情无义的混账！等老娘打完了这帮烟驴之后，再去找他们算账。你回来干什么？舍不得走啊？想不到最后一个留在我身边的，竟然是个达子。 攻进来！除吧，有密道离开客栈，快走！哎。你的笛子，别人施舍东西，我不要。莫言，你先下去。抓住我的手！走啊！快走！山头有人。 追进鬼门关的！卖！卖！我挡住他！ 跟杨家军，天下间还有谁敢动我的江山？我们是同一阵线，你才孤军作战，操你爹的，斗垮你！蓝牙烟雨。 怎么办？动不得。燕王爷也。起！我也，我也。你等着，我替你刺他一剑。 必等之。莫言，莫言，操你爹！ 拿命来！小心！郑怀安，你好，挺着，你还带孩子出关呢！啊！天大地大，我最大。 这条黄泉路是你们自找的。廖忠臣，我这脚。 啊！我的手！赶紧往这跑！滚出来！ 快推我过去！好好，啊！周怀安，你听到吗？莫言，莫言，莫言，你会再回龙门客栈吗？当下一批客人来到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忘记我这个过客了。我不像你有勇气面对这个沙漠，我出关了。对，对。拿酒来。好。 我们离开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，走，去找周淮安。